部落长辈详细来教导部落囡仔来吟唱传统的囡仔歌谣，引导因会当大声来唱出古早味。由新义乡布农文化协会所举办的青少年布农传统音乐夏令营，今日进行传统童谣甲古调的甲唱课程。小朋友有原本的歹势，到后来放松心情来唱，好现场的部落基佬拢感觉真欢喜，小朋友也感觉有所成长。其实古调的音吧，因为一直听阿公阿妈唱啊，就觉得自己是不身为布农族人，可是不会，好像有点那个对不起他们。耶、yeah. ，对啊，所以现在知道，以后就是要跟着学，应该会跟着学。其中主办单位表示，布农族的传统音乐正在渐渐流失，因此希望为布农囡仔来教起，希望透过大家的坚持，会当收掉布农族上界重要的音乐歌谣。这个不办对我们来讲前辈遗憾的事情，因为会消失我们的文化，所以让他们在生长中后，让他们把那个文化投入他们的思想，或是在反正他们学校也有在推动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布农文化文化这个也要他们在暑假当中让他们召集这种办这个活动。除了音乐部分的重点指导以外，主办单位也在三间课程中特别安排城市顶的传统技能，让布农囡仔度过了充实的休假假期。记者金富山采访报道。